咱们再往下写，你会发现越来越有意思啊，这才叫编程。往下告诉你们，哎，这个图说明什么事儿？你自己观察一下来。我做什么呀？咱们是一个网页，对不对？这网站上你们，我访问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看过这手机，看过这手机，看过好几个手机啊？那么在登录的时候，是不是告诉你曾经浏览过哪些商品呢？是不是同学们？那这里就要有问题啊，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当然这是肯定是历史记录了，你曾经浏览的商品，同学们是不是保存起来就完了？保存客户端库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，比如三个月，同学们，是不是登录三个月之内都可以提示你的记录，对不对？或者永久性保存都行啊。那问题是，大家看这里面啊，我这里面我浏览过的商品可能不止四个，是不是多个呀？我只是怎么呀？是不是只给大家显示最近浏览的四个商品呢？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商品同学们啊，我先它有个顺序的啊。你如果说我浏览过十个商品，同学们，十个商品，它是不是只显示四个？如果我最后浏览商品，你要放到最下边的同学们，是不是就没了？你看怎么的？是不是从上到下应该是最近浏览的商品呢？能理解？从上到下应该是最近浏览商品，这能理解吗？这是需要一个排序的问题。那大家注意，我保存什么呢？咱们说过，这个商品是不是有商品名称、商品单价、商品的参数，很多数信息啊？是不是很多信息？咱们说保存这些信息怎么办？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这个商品的对象啊？是不是啊？商品对象，那我 cookie 里面是不是适合存储这些对象呢？不适合，原因第一， cookie 里面只能存字符串，存对象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第二， cookie 里面是不是只能存储少量信息啊？所以怎么办？我存储个商品编号行不行？是不是同学们？我就存个商品编号，以后咱们是不是写数据库，同学们？有个商品表里面，商品编号、商品名称、商品单价，是不是这些信息？等等，好多信息。我是不是商品编号啊？我商品编号作为组件行不行？不能重复，是不是同学们？那么将来我从数据库里面把这商品信息查出来，是不是放到这个一个一个优质，不是，放到一个一个商品对象里面去啊？我把这个商品对象里面是不是能存 ID， 同学们？我把 ID 存到 cookie 里面去，当这些 ID 从 cookie 里面取出来之后，从这些什么呀？是不是从数据库里面查的哪个对象相匹配的？我就把这商品对象拿出来显示一下就完了呗。能不理解？所以我最终 cookie 里面是不是存一个商品 ID 就完了？能理解吗，同学们？啊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在里面 ID 可能有好多，是不是？我可能有好多 ID 啊，那你存好多 cookie 你觉得好吗？那名称都一样，都叫 product ID， 商品 ID 是同学们，在同一个 pass 路径下，同学们，这个 pass 你这个 k 一样，那将出来什么情况？各种覆盖，是同学们，你第一次存这个 product ID， 商品编号是一，是不是啊？我下回又点一个同学们，商品编号是二，还叫 product ID， 将会同一个 pass 路径下，是同一个应用下，那 cookie 是不是频繁的覆盖？对不对？内部名称一样，路径一样，是不是只能覆盖了？要是内部名称一样，你的 pass 路径不一样，这时候没事儿，能不能理解我说的思路啊？你刚才我说，咱们简单说一个例子 ，cookie 我是记住用户名那个，是不是啊？我存一个有效时间，然后我不保存了，同学们，是不是还是这个内幕啊？我设置成零了，是不是相当于覆盖了一下？它有效时间是不是覆盖成零了？是。能不能理解，同学们？那这里面我不想覆盖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把这些 ID 给它拼接起来就完了？拼完之后再往里存啊。这思路能不能理解啊？看这儿来。这个我跟你说下思路，同学们啊，上午可能讲不完，咱下午继续敲代码。我主要把思路给理解，同学们。这个思路你要理解，敲代码就好敲了。思路不理解，你后边敲代码啊，够呛啊，就搞不出来了。听我说啊，大家看啊，我这是不是浏览器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访问一个 Serverless 啊？这个 Serverless 干什么，同学们？我这里面，同学们，这里面有商品，一本书、两本书，这全书是不是啊？三本书，同学们，三本书，我这个书啊，全从数据库里面取出来的，能理解吗？是不是书名啊，都取出来，形成一个列表，是不是商品列表了？给用户看的，同学们，给用户展示。这里面每一个列表是不是变成一个 A 标签了？我可以点，我一点这个 A 标签的时候，同学们，是不是把当前这个本书的 ID 传过去了？那我怎么的啊？是不是可以跳转到另一个 Serverless 怎么的？就是展示当前这本书的详细信息。对。
那另外一半，你上淘宝是不是有好多那个列表，对不对？好多书，你点哪本书的图片，是不是跳到那个详细页面去了？不是一样，我点这本书，是不是跳到一个详细页面，详细页面？那页面就是一个搜索引擎的应用，对吧？根据 ID 是不是上数据库里面把这本书查出来？对，把详细信息一显示就完了呗，能不理解？当然，同学们，我跳到那个显示详细信息页面的时候，我还要做一件事情。你这本书曾经看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曾经浏览过啊？也有在另一个搜索里面，是不是记录一下？能不理解，同学们？记录一下，因为你当你点一本书的时候，是不是跳到另一个搜索去了？展示详细信息，是不是根据 ID 查找啊？展示一下，同时把你这个商品 ID 怎么的写回到 cookie 里面来。那么理解同学们，写回到 cookie 里面来。那么下次再访问的时候， cookie 是不是带着 cookie 数据过来了？这时候下边我是不是可以查找 cookie 里面数据了？你的 cookie 里面有 ID， 有是不是这本书就出来了？是，对不对？那我再访问下边叫 GDPC 开发的时候，同学们是不是又跳到这儿来了？我又把这个 ID 怎么是不是写到 cookie 里面了？那么下次是不是把二也带过来了？那问题是同学们，我这个直接写的情况下可能会覆盖了，我是不是得组织一下 ID？ 第一次访问是一，对不对？下次访问二的时候，是不是把这 cookie 里面先把这个 cookie 里面历史记录 ID 拿出来，是不是有个一呀、啊？有个一。我把二拿进去拼接起来，变成二杠一，行不行？变成二杠一再写回到 cookie， 这思路能不能理解同学们？我这是一杠二，我是先访问的第二本书，再访问第一本书，能理解同学们？最后访问的这个值永远放在最前面，可不可以啊？最后咱们这里面取到 cookie 的这个值的时候，把它按照横杠给它切了就完了呗，会吧？能听懂就行了啊。能听懂同学们？这个能听懂，看我这儿来，我有个图啊，我有图，这图比它画的更详细啊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历史记录？这个，听我说这个啊，我让你分析一下，同学们，这里面需要几个类啊。首先，咱们是不是有一个 B users 从数据库里面查数据啊？那么查出数据，我放一个 map 集合里面了啊，咱们放到历史集合是不是也可以啊？我放到 map 集合比较简单，为什么？大家看啊，我这个 map 集合范型是不是 book 啊？假如说我数据库里面存的有个 book 表啊，里面是不是存了好多本书？好多本书取出来之后，是不是把一行数据一行数据全放到 book 里面去，然后再把 book 放到集合里面去，是不是啊？以前是 list 集合，现在是 map 了啊。那么这个 map k 是什么东西呢？我就存每一本书的那个编号，行不行？可以吧？可不可以，同学们？是不是可以啊？好了，现在我是两个类，咱们是不是数据库那一边咱们做完了？给我体会一下，同学们，是不是两个类啊？我不一定就 GDPC 访问数据，我模拟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一会儿再说啊，两个类已经出来了。下边我是不是展示所有商品信息？怎么办？我就直接从这 map 集合里面把数据便利一下就完了呗。对，是不是同学们？是不是一本书、两本书、三本书？假设有三本书，能理解吧？这个我是不是将来要变成 A 标签？我点那书名的时候，是不是传个 ID 到这个搜索来着？显示这本书的详细信息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时。我要把这个书的 ID 是不是写回到 cookie 浏览器这一端？此时，假如说我看的是第一本书，哎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把这 ID 写回到这来了？有一本书了。下回我再访问这搜索栏，同学们，我点的是 BBB， 是不是同学们 ？BBB 显示它详细信息了吧？这时候，你是不是把 BBB ID 给写回到这来啊？但是注意一个问题，我这里面直接写会把这一给覆盖掉。因为内部名是不是都叫这个上 product ID 啊？肯定会覆盖。为了避免覆盖怎么办？我先从 cookie 里面保存这个值给它取出来，是不是拿出来这个 ID 了？是。是不是一拿到了？然后呢，我把第二本书的 ID 给它拼接起来，变成二杠一再写回来，此时这里面是不是保存的还是一个 cookie？ 那么这个值变了，变成二杠一了，能理解吗？能不能理解？好了，下回我再访问这个。CCC 的时候是不是又跳出来了？我是不是从这里面把二杠一取到了，然后再把谁呀 CCC 写回去，是不是变成了三杠二杠一了？能不能理解同学们？好了，下一个问题，假如说我又来了啊，又来了，我访问的是第二本书，是不是就展示这个信息了？这时候我是不是从库里面把三杠二杠一拿到了？那么这时候同学们，我这里是不是有二了？这怎么办？啊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你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同学们，
我最后访问是不是 BBB 了？那么咱们在看浏览记录的时候，应该是 BBB， CCCA 是不是？这样顺序是不是吗？那你三杠二杠一这个顺序是不是得变了？我取出来之后是有二的同学们，我是不是把这里面原有这个二给它干掉，然后再把二弄进去，就变成了二杠三杠一了。再写回来，能不能理解？这思路能不能理解？啊？我这么说能不能理解这思路啊？怎么改的？别考虑这个事啊，这改太简单了，这个是不是？咱们同学们 ，sublet 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横杠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？那你就循环跟那个 ID 去比呗，你是不是这里面变成宿主了？字符串是不是有个切割的方法啊？啊，切割上字符串宿主，对不对？宿主里面每一个元素是不是就是一个 ID 啊？你这个 ID 跟这里面你点完这 ID 去比呗，哪个相等把哪个 ID 给它替换就完了，然后再拼接一下，对不对，同学们？对。那么理解这思路，字符串处理，可以判断这个串里面是否包含这个 ID， 对不对？这实验方式很多啊，这思路能不能理解啊？思路能理解吧？你呀、啊，同学们，你先别考虑这个是怎么处理的，这个思路能不能理解？我访问这里面点哪本书，是不是把哪本书显示一下，并写回到库里去，把 ID 是不是写到这里面去？下午再点另一本书的时候，是不是从库里面把原有那个值取出来，再拼接一下，再放回去？是不是啊？放比如说最后咱们拼成二杠三杠一了啊，那咱们浏览历史记录怎么浏览？是不是从库里面取出来这个值，取出来这个值，同学们把它切割了，是变成字符串宿主了。我们循环这个宿主，是不是循环这 ID 了？每次循环都去根据 ID 上这里面查一本书出来，每次循环是不是一本一个 ID 从这里面取出来一本书出来，就显示在列表里边，能理解？